不同水果口味的雪花冰，一层一层叠高，一共四种颜色，最后再摆上眼睛跟皇冠，超萌的雪怪公主完美登场。这是你的马卡龙公主。端上桌第一件事，手机先吃，疯狂拍照留念。有公主当然也少不了骑士，用奶茶、抹茶和巧克力做成的雪怪骑士同样大受欢迎。五颜六色、不同造型的雪怪超缤纷，不止小朋友，连男生也被虏获。很惊艳，对，然后很可爱，对，然后也是第一次来，然后就是看他可爱，所以就走进来。大部分都是好可爱哟，然后就开始一直拍照，对。但是吃起来的反应，大家都觉得也蛮好吃的。水果冰端上桌，姐姐们一秒变少女，西瓜果肉变身一颗颗小丸子，搭配西瓜雪花冰，炎炎夏日特别消暑，浮夸摆盘，视觉效果成为打卡新宠儿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老板研发各式混搭，慕斯上方撒满巧克力粉，提拉米苏创意改造变身冰品，毫无违和，更集合众多水果，叠上千层水果派，霸气逼人。装满冰沙，敲啊敲，杯子里装的不只是消暑良品，更是满满的回忆。斯乐冰宣布回归，机台已经出现在门市，有经典可乐跟芬达两种口味，不过还在单店试销，每天只有限量30杯，卖完为止，一早就被秒杀。盛夏将至，冰品商机大爆发，不只有可爱浮夸，怀旧也成魅力之一。三立新闻李文宇，台北采访报道。